好，带大家来参观我们的专案的房型哦，时尚四人房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房型。进来的话会有这个客厅区，哇，很棒哦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衣柜，衣柜的部分哈，很大，还有四件浴袍，好，基本的一个保险柜、保险箱，还有它的四双的一个拖鞋，有分成26号跟28号尺寸，男女生的尺寸。好，这个部分是可以带回去的。哇，还有洗衣袋跟纸袋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房间。房间区部分它是2张标准的双人床，都是152乘以200公分。好，那这是茶水区哈，4瓶的矿泉水。好，然后冰箱部分也是有4瓶，所以四人房一间里面会有8瓶的矿泉水。好，那就是会有咖啡包啊，还有一些茶包部分，绿茶包跟洞顶乌龙茶包。好，那行李架区都有，非常的方便哦。看一下这个床，感觉上非常的舒适哦，而且其实质感是非常好的。那这会馆的部分，它的四人房就是在会馆的2楼，就是大厅的2楼哈。如果说比较怕一些昆虫部分，就是建议可以选择我们的标准的一个就是专案的房型，然后它都是挑高的哦。你看，所以进来从房间一开门进来部分不会有压迫感，会觉得很舒服，因为它是你看，哇，好高，然后上面还有窗户哦，哈，光线是很好的。好，那电视的部分也是很大台的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浴室区。我觉得浴室区啊，大一点的话，大家都会觉得很舒服，而且有时候带小朋友来，可能有需要一些婴儿澡盆什么之类的，就是越宽阔的部分，大家会越舒服。那这边会有这个拉门，好，拉门，哎，可以看到小朋友在泡澡哈。拉门部分晚上如果说就是想要安静一点部分，可以推这个拉门。好，那这一间部分呢，它每一间的这个私人房格局可能有一些些不同。那像这一间部分，它是改装过的，所以这边会有这个就是软灯的部分。好，看一下这边，哇，好贴心哦！冬天如果说像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刷牙洗脸比较冷，就可以开启这个软灯哦。好，那这个是双洗手台，非常非常的方便。我们好喜欢双洗手台哦，就是大家不用。我等你，你等我排队这样子。好，那泡澡这里是温泉哦，温泉度假村，所以说房间里面都会有温泉泡汤池，温泉的泡汤池。好，然后免治马桶区，还有这个淋浴间。好，那就是4条毛巾啊，四条浴巾，然后。刚刚我不小心把它弄倒了哈，就是有他们的一些备品，基本的备品部分，有他们自己本身的哈，就是蝴蝶谷温泉度假村包装的，然后有什么呢？有这个洗发乳、沐浴乳，还有这个润肤乳、乳液、身体乳液，还有润发乳、润湿巾的部分，好。好，还有吹风机、吹风机香皂，好，一些基本配备部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房间哦，我们专案的房间哈，非常的大，非常的舒服。还有这个小客厅区，介绍到这里喽，谢谢。